走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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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，boy， 但是如果他从那边过来，你要举左手，如果从那边过来，你要举左手，哦，对啊，够，然后就是，我再讲解一遍哦，再讲解一遍 ，boy， 是他鼻子讲出来，然后就左手 boy， 然后他叫我们，请问我们讲 boy 吗？没有，就是手 boy， 然后叫我们讲，叫我们先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，好，再练习完两次，叫他新闻去很多游戏，对，好，来，邀请开始，赢的才可以吃巧克力啊，不是的，你要这样比。你要打就打出来，我看我会打一手，我买一双太错手了，错手了，手太慢了，太慢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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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样说，然后这样。我想说他干嘛哎、欸？你干嘛？你这很开心哎、欸！你怎么坐这边啊？坐这边啊？哎，你不是要过了干嘛呀？这样。这一次开始了。不知道。这一次开始了。现在开始了。因为刚刚很好。前面再念一次啊。好，就是 go， 你们如果从这边讲，你要 go 就这边，你要这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样错的，这样错的，一定要这样子。然后 boy 也是一样，从这边来，你要 go 这边。然后从那边拿这样子，两个枪手在我旁边。对，你们不能这样乱的。OK， 好了，来，开始。Go，Boy。自我介绍会变脏。Go，Boy。Go，Go，Boy。Go，Boy。Bounce，Bounce。Bounce。小心，走过来，小心。小姐，走完，走完，走了，好，那边呢，就是我们有三个。